6月18日，韩国女艺人崔雪莉在网上曝光一组美照，照片中雪莉染着一头粉色细长发，妆容精致，唇红齿白，她笑容甜蜜，暖化不少粉丝的心。她身穿粉色纱裙，双手举起薄纱遮住香肩锁骨，若隐若现的感觉十分性感撩人。她用迷人的一双大眼向镜头狂放电，粉丝直呼心脏受不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